有经验的水果，你这水果是那个什么？你香蕉，然后里面还有梨子，梨子对，我们这个米大概是要泡焖它多久？五分钟吗？还是不管，先把咖啡喝完再说。咖啡喝完，它可以焖很久。对，没错。怎么样？所以我要拿我的汤匙出来。外面还有带杯子，要不要不带？有啊，你有碗啊，这有瓷碗。这边瓷碗，然后筷子。开始，我这边临时先给你一个，因为 我其实是有准备，但是现在有对。那我就不用了。对对对。其实我有带整套。对。对啊，你看我跟你是同一个吧？对，应该是同一个。免疫力，对，一样的。